Hello，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感谢上扫把大叔为您带来的《刀塔全英雄攻略》的第一视角。那今天这期节目给大家带来的是剑圣啊，而且这期节目是来自于观众的一个投稿。那么他的这个剑圣使用的是一个，目前还没有，我没有在这个顶分局见到过的一种出装方式，也就是，尽可能多的去依赖自己的一个魔晶。那么这场比赛呢，是一个超凡的局啊，咱们这位观众大佬是一个超凡的大佬，那么他投稿的这期节目呢，正好有中单呢，对的是一个版本最热门的中单英雄黑鸟，对吧？这个数值怪物。那在这里呢，稍微说一下关于剑圣的这个魔晶效果，它的效果呢是把原先的那个天赋，也就是在开转了以后，加100点移速的这个天赋改到了魔晶里面，并且呢是增加了一次在这个转的范围之内，每秒钟会进行一次平 A。这一次平 A 呢，之前是继承100%的伤害，现在是继承75%啊，因为这个比较强，所以被削弱了一次。这个75%的伤害呢，需要注意的是，它触发的是一次平 A，所以会触发你身上所有的攻击特效以及你自身所有的这个攻击的一个被动。所以这个效果还是很厉害的，而且在这个我的实际测试当中呢，不知道算是一个 bug 还是算是一个什么原因，比如说像镰击刀这个道具，那如果你是在转的时候，让这个转的平 A 啊，就是你魔晶转的那个平 A 打到对方身上的话，你自己如果没有右键点到对方英雄身上的话，那么这个镰击刀它的效果会触发，但是镰击刀本身不会进入到 CD。那我自己又测试了一下关于这个版本最新出的一个跟镰击刀的这个效果有那么一丁点儿像的这个装备，就是巫师之刃，也是一个有 CD 的，然后被动触发的这么一个道具，而且是只要它在 CD 没有 CD 的情况下是100%触发的这个道具呢。我测试了一下，这个巫师之刃是会进 CD 的，但是镰击刀不会。所以说，如果说你身上有一个镰击刀的话，那么你只要不用右键点到对方身上，那么对方会一直被你的这个镰击刀减速，然后呢一直走不出去你转的这个范围。所以当时在做完这个测试以后，我觉得镰击刀剑圣去出一下的话，以后未尝不可。因为镰击刀这个道具，其实如果大家去看一下它的配方的话，会发现这个道具的属性还是蛮适合剑圣的，加攻击力，加这个力量和智力，然后呢有10点攻击速度。最关键的是有2.25的一个魔法回复，合成配方呢也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平滑，所以整体来说这个装备我觉得剑圣出呢不是不行啊。这场比赛刚一开始可以看到中单的这个黑鸟呢还是在不停的去压制这个剑圣，前期跟黑鸟对线，跟很多其他的那种就是对线很强，但是呢技能有 CD 这种英雄是一样的，就是你不要被他的技能打完了以后，然后你就疯狂的往回跑。然后呢，过一会儿觉得这个血量回上来一点了，你再往上上，这样的话是没有用的。你原本你觉得你这个时候技能是刚刚用完，对方的技能刚刚用完，那么其实这个时候对方是一个技能的空档期，那这个时候你应该果断的上去，该发育发育，该补刀补刀啊，而不应该说是你自己的技能，对方的技能用完了，然后你往回跑，你怂了，等过一会儿你觉得你又行了，你再上，那这个时候对方的技能 CD 已经好了。所以跟黑鸟这种英雄前期对线的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不要去管他耗不耗你的血，他爱关你就关你，爱点你就点你，只要他你的血量是在他的一套技能秒不掉的情况下，你就踏踏实实补刀，踏踏实实去勾兵。这个剑圣呢，明显是在中路面对对方这种强势的英雄呢，打的也是比较有经验的。这里呢，在游戏的4分钟，选择过来去把这个野拉一下，正好呢蓝胖子过来帮他控了一下神符，不过没有刷到这个上路。那么这样蓝胖子去下路把这个神符呢给控掉，剑圣呢则是在中路这边自己勾了一波小野，那然后开一个转，直接把这个野给它转掉，这样的话呢顺利升到5级。前期这个剑圣跟对方的黑鸟对线的话，不用说肯定打不过，这个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肯定是打不过的。那么尽可能多的利用这个野区来进行一个发育，也算是一个解决方案。这个蓝胖子还帮他把兵勾回来了一点。
这种剑圣的一个出装呢，就是刚才说的这种剑圣的一个出装。这个注意看，这个地方剑圣呢也是把这块吃一棵树，然后呢在这里呢稍微顶一会儿这个野怪，顶一会儿野怪，等瓶子运过来，然后呢卡一下时间，等到55秒的时候开始往外拉，往外拉，再多囤一波野，多囤一波野的同时呢，然后自己绕回到中路过来，把这个兵线上的经验能吃一吃。这里直接开着转，然后过来开转，把这个兵线给它点掉。点完了以后呢，直接开转往回走。对方这个黑鸟呢，也是给一个反球，然后关一下，还是打的比较有经验吧。这个黑鸟明显也是一看就是练过，毕竟也是超凡局，那不会轻易的拿出来一个英雄没练过。但是这场比赛这个剑圣的处理方式就非常聪明，他在面对对方的这个黑鸟的时候呢，我既不是拼命赖线，我也不是拼命的去刷野，而是当我在游戏的前期的时候，我蓝量不够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我采取去囤野，然后利用转去清野。那么当我在有了瓶子这样的一个续航装备以后呢，我所采取的一个方式是开转去清兵线。留着转的 CD，我开转去清兵线。你看到这个黑鸟抬手，我直接上来。三级转的话是可以直接配合兵线，把这个兵线上的兵呢一波清掉的。然后我转完这波兵线以后，你最多就是给我一个法，就是给我一个这个关。那么你也耗不掉我太多的血量，我往野区一钻，吃棵树或者是灌个瓶子，血量也就回上来了。然后呢，我再接着在野区打野。野区打完野以后呢，我然后回到线上，这根兵线出来了，兵线出来了，我再开个转，然后把兵线一清，我再钻野。所以这场比赛它的这个处理就非常聪明。你看，我直接开始转过来，然后只要能刮到这个远程兵就好，反正你打不死我就行，我挨几下塔也无所谓，我身上有瓶子。那么这个地方黑鸟关一下，被砸一个陨星锤，但是我直接无敌斩出来。那可惜的是后面有辆车，这样的话伤害没有能够形成集火。好在自己的队友这波支援的比较到位啊，这个凤凰和蓝胖的两个人全来了，但是剑圣的这波已经没有技能了，所以呢先不着急，看一下对方如果再继续追的话再想办法。这里刻个瓶子，被黑鸟一个大招拍下来以后呢，凤凰是被击杀掉了，剑圣这里开个转，赶紧往回走。这个时候打不过黑鸟，不要觉得丢人啊，打不过是正常的，你所需要想的就是把你所有身上的资源，身上的每一分钱，然后每一滴血都用来去打钱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呢，运气不错，打出来一个碎裂背心，拿着这个碎裂背心呢，仗着这个回血，再把这波野怪给它清掉，然后呢，走回家去补给一下。来看一下经济情况，目前开局7分钟，人头数是1比6，然后对方领先5个人头，加上三大哥经济全面领先，加上2000+的一个团队经济优势。等级方面和经验方面，现在对方也是领先了接近3000的一个经验，所以这场比赛开局呢又是喜闻乐见的一个逆风局啊。包括这个剑圣虽然在中路努力的想尽了一切办法，然后让自己的这个发育不要落后太多，但还是被对方的黑鸟领先了将近1000块钱。但是这个思路大家可以学，就是看到对方黑鸟对线以后，我直接一个转，对吧？我把兵线一清，我也不要，你也不要去太过于纠结说你到底能赚到几个兵啊，没有那个必要。一会儿这个黑鸟一个陨星锤砸的还是很准的，砸完了以后呢，但是这个时候黑鸟身上没有大，所以秒不掉这个剑圣。哦，剑圣这块运气不错，空到一个恢复，先把三口瓶子都吃了，吃完了以后正好还有一个棒子在给他回血。然后呢，进野区，这个时候看一下野区这波野怪，面对对方的这个黑鸟这种官加上陨星锤的时候，你所需要注意的就是前期黑鸟在没有其他技能的情况下。也就是没有大招吧，没有大招或者没有其他的英雄过来帮忙的情况下，光他一个人想要完成击杀的话，一定是需要进行铺垫的，也就是他不可能在你满血的情况下把你直接强杀了，一般是要进行一轮的铺垫，这一轮的铺垫往往是一个法球加上一个转，加上一个关。对方的这个大圣又是在自己的上路，那么完成了一波双杀，这块剑圣开转把这波兵线给清掉，对方这波选择是开启了一个塔防。然后剑圣提前钻回树林里面，不给对方机会，让对方关自己，进野区，接着去刷这波野。那既然你不让我刷这个线，那我就接着刷这个野。注意在打这个《刀塔二》这款游戏的时候，如果你的对线是一个劣势，然后呢，你进野区刷的又不快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最好的方法是就去刷野啊，就是线上能混一点经验就混，混不了的话就刷野，慢比没有好。这里剑圣又直接开转，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是满级转了，所以耽误个1秒钟不去转这个远程兵问题也不是很大
啊，因为转在满级的时候，它只需要转三秒钟就可以把这个远程兵转掉，所以耽误一两秒钟的话不用担心。转完了线上的兵线以后，然后接着回到野区去进行发育，不要贪。这种时候就是谁能苟啊，谁能苟得住，谁就赢了。剑圣这个时候身上的这个恢复神符出来以后呢，接着开转，然后接着过来把这个中路的兵线清掉，清完了开枪位就走，马上十分钟，不要去轻易离开你中路的这条线啊。那么这个时候看到有机会啊，因为十分钟了，十分钟的时候看到对方的这里有一个双头龙，直接开双倍无敌斩出来，不要省啊，对于剑圣来说，不要去妄图省技能，你直接利用自己的技能把人头收了，马上去刷一波野，这个收益比你留着技能要管用。你作为一个大哥位，尤其是近战的敏捷型大哥位，你需要这一场比赛有很多的时间都是要在刷钱的，所以你的技能能够把对方的英雄击杀掉，那么越早击杀掉，越早去刷钱，这个收益就越高。那现在打的游戏的10分40秒，现在人头数10比4， 对方呢黑鸟一直是在这个主要是在中路待着，那他没去别的地方溜得太多。剑圣在上路这波支援完了以后，身上的装备呢，下一件装备开始出战鼓。他的这个剑圣的出装思路，我整场比赛在这个之前给大家我在看这场比赛的素材的时候，我仔细的看了一下他的这个思路，其实跟我在上个版本当中在构思的那种把戏剑圣有一点点像。因为大家知道上一个版本我在很多的视频当中有给大家提到过，就是说剑圣的英雄我觉得打法系的收益应该是挺高的，因为他几乎每一层的天赋都有对这个法系也就是转这个技能的加成，而且整体加成下来以后其实蛮强的。但是在出装方面我一直没有能够平衡好，因为我玩的机会太少了。这个选手呢，他在玩这个剑圣的时候，他选择出的装备呢是尽可能多的去做小件啊，把剑圣这个英雄最大的优势发挥出来的话，他选择是尽可能多的去做小件，包括相位鞋、战鼓，还有他一会儿后续出的一些装备都是以小件为主。那么小件机动性的装备和功能性的装备为主，然后让自己的这个转打出来最大的效果。因为剑圣的这个转本身有很优秀的伤害，而且呢是自带一个非常不错的逃生能力，在有了魔晶以后加了100点移速，加上开启相位以后可以穿人的这个效果，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对于剑圣来说都是一个很不错的技能。所以他选择的是把剑圣的一个英雄自身的这个功能性，那利用装备把这个功能性拉满。这个地方剑圣又是等了一下，然后看了一下对方的黑鸟并没有过来，没过来的话呢，我就直接用平 A 把这波兵给他补掉，补完了以后我再钻野区。那如果你黑鸟在这儿的话，我就直接开转，不在的话呢，我就利用平 A 去补，因为本身现在剑圣的等级比较高，平 A 的伤害也足够高了。这里一个 TP 下来，来到上路支援，看一下对方的黑鸟跟双头龙都在这儿，我先不管，我先双这个直接给无敌斩，斩到你的这个人身上，然后自己对手小鱼这波也是非常争气啊，追着对方的黑鸟把黑鸟给收了。那这波打完了以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经济，小鱼的经济现在已经是追到了跟对方的黑鸟持平，而剑圣的经济已经是直逼对方全场第一的前期误解肥的大圣。这场比赛这个剑圣在游戏进行到13分钟的时候，现在的经济是5700块，身上的装备相位战鼓加上一个系带瓶子，然后身上装的这个中立装备呢一直是带着一个这个扫帚兵。对方这场比赛还有一个辅助位的火枪，这场比赛对方的阵容是一个3号位的发条，然后辅助位的火枪双头龙，中单黑鸟大哥位的一个大圣。己方的这场比赛的阵容是一个小鱼加剑圣的双大哥，3号位好像放的是个船长，4号位的凤凰，5号位的蓝胖子。下一个装备呢，他选择出的是雷锤。雷锤这个道具对于剑圣来说是一个算是一个比较万能的装备吧，就是不管你是走什么路线，这个装备都是有它的效果啊，不管你是走纯物理路线，那么这个道具可以让你增加刷钱能力以及你自己的无敌斩的一个效果。如果你是走像他这场比赛这种这个功能装半法系的出装的话，那雷锤这个道具配合魔晶的转效果也是不错的。中路这里队友被抓了。那剑圣这个英雄参团的话，
在二十分钟之前没有魔晶的时候，你的参团最主要的技能就是大招。如果你有大招，你就参团；没有大招，就不要参团。然后大招在释放的时候，如果你想要讲究一点的话呢，可以去寻找一个，就是寻找一个对方完全逃不掉的机会。但是一般来说，直接往人群里头扔也未尝不可啊。简单一点的话，就是可以直接往人群里面扔。这波看一下凤凰的这个蛋，那凤凰的这个蛋直接被打爆了，队友这边掩护不了，剑圣这边被对方的发条和齿轮给隔开了，没有办法。那这样的游戏进行到15分钟，剑圣一见状呢也是没什么太好的机会的，就先回到野区继续保证自己的一个经济发育。无论什么时候作为大哥位的这个经济都不要断啊，这个大家看这两天秘密的比赛也是，我正面战场可能一触即溃，对吧？我可能根本就打不过你，甚至我完全都不去打你，但是呢我一定要保证自己在这个经济的发育上面，尤其是大哥位的经济上面，不要去落后太多。可以落后但不要落后太多，因为落后大哥经济落后太多的话，打起来会很吃力，就很有可能会出现打不死对方英雄的情况。剑圣的英雄参团一般我个人建议是先放无敌斩然后留一个转，看情况，当然主要是看情况，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你先留一个无敌斩，先用无敌斩然后留一个转，这个转可以用来去出来，这样的话会好很多。如果你开着转进去，在开着转的这段时间里面你干不了其他的事情，所以很容易去耽误这个进攻的一个时机。上路这波兵线打完了以后呢，回到中路过来接着守一下中路的一塔。中路的一塔这个时候不要轻易的去放，这个轻易的放的话比较麻烦。啊，剑圣这波呢，赶紧看黑鸟走了，那我就平 A 把这波兵线给它清了。如果黑鸟不走，我就可以转清。哎，这个地方对方是这个在中路这里有眼，大圣又杀掉了这个小鱼啊。看一下这波黑鸟一个大招出来，但是剑圣呢出来以后直接开转。直接开转，队友支援一下，无敌斩斩出来，把对方的黑鸟直接斩死，斩死了以后正好没有斩到对方后续英雄身上，然后直接往回撤，被火枪狙了一枪，但是伤害不够，没有死，这波还行。挂着船长的船油啊，仗着这个船油的厉害，咱们扛住了对方的这一个狙，棒子插出来，把自己的血量给拉回来。这波打完了以后，对方的大圣继续保持着无解肥，但是黑鸟的节奏已经是被断的比较严重了。那关于黑鸟这个英雄，这个最近欧洲区的比赛还有国内的比赛的这个呈现出来两种完全截然不同的风格，就是国内这边的比赛呢是黑鸟基本上是非班即选，欧洲区的黑鸟呢是无人问津。其实主要还是就是对于黑鸟这个英雄的理解不一样吧，以及在整个游戏的比赛的需求节奏需求上面不一样。倒没有，我个人觉得不要去想着说这个哪个区更强，这个东西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就是完全是对游戏的理解它不同，那不同不代表着是不一定谁更好啊，这个东西是跟结合版本，然后包括选手技师啊，包括技师自己的水平也有关系。很多观众老是在我直播的时候问我这个关于中国区要是跟欧洲区打起来会怎么样，对吧？这个我觉得大家不用多想，因为马上就会有了，三月底吧，我记得是三月底到四月初那段时间会有一个 major 啊，我记得好像是在新加坡。然后在这儿提前跟大家说一下，那个新加坡的那个 Major 的话，我记忆当中它的版权是好像是虎牙独家的啊，如果大家有知道的朋友的话可以私信跟我说一下，好像是虎牙独家的。如果是虎牙独家的话的话，那么咱们 B 站这边就没办法直播了，那国内这边就没法直播了，所以这个地方跟大家说一下，然后我可能就只能是在国外的平台给大家进行直播了。然后比赛现在开局打到18分钟，那对方的团队经济仍然是领先着3000块，这个大圣确实发育的还是很舒服的，18分40秒就已经有10000的经济了。剑圣目前是8500，装备上面呢做出来雷锤，相位雷锤，然后战鼓系带，蓝胖的这个地方吃了好多伤害，剑圣这个地方发条这个勾很准，剑圣不过提前开出来了转，这里把棒子立出来，然后往回撤一下。双头龙的这个大招确实伤害还是有点吓人啊，最后这个火枪拿到了胖子的人头，对方的这个火枪的流线弹加上双头龙的这种地板技能，确实在进攻上面还有对于地形的限制方面太强了。
那现在游戏来到19:30，那剑圣看了一下时间，19:30呢，正好在这个自己家的上路野区，三角区这个地方呢，把这个野怪清一清，然后清的差不多了，待会儿还可以再去控一个赏金神符。这个地方他走了，选择回来守中了啊，也行，也是个办法。看一下剑圣这个地方，对方的大圣在这个地方是被标记了一下，不过好像技能没给上，没给上，看点关救一下，然后直接开了 BKB， 剑圣无敌染出来也没有打出来多少伤害，因为对方开了大招以后护甲有点高，这样的话凤凰蛋好像也救不下来，剑圣赶紧把棒子插出来以后往回撤一下，棒子也被对方给点掉了，应该是火枪开了一个自己的被动，那加了一下射程，然后给点掉了。看一下黑鸟的一个位置，黑鸟的血量已经很低了，漂亮！船长这个过来拿到对方的黑鸟人头以后，剑圣和小鱼两个人冲到对方的这个大圣身上，硬生生把大圣点死，然后开始转再往前追对方的这个发条 ，nice。这波团战对方稍微有点拖大，这个进攻的位置选择的太差了。进攻的时候一定要避开这种特别特别狭小的地方，尤其是很多人在一起过来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身上没有一个位移的技能或者是能够去让你穿人的道具的话，很有可能会走不出去，就是你自己的人把自己的人卡在里边了。那这波输出呢，剑圣是打了1100，小鱼这波很刚，打了3000的一个输出。剑圣呢在现在游戏21分钟，那么钱已经够了，可以准备买魔晶了，应该是看一下是直接把魔晶买出来还是怎么样。剑圣这场比赛的出装大家可以注意一下，他在中立装备的选择上面买的是一个幽冥披巾，就是我俗称把它叫做这个不甲头，加魔抗加法系伤害，减一点点的护甲。对方这场比赛的核心输出是来自于黑鸟和大圣两个人，这两个人一个是纯法系，一个是纯物理，所以对于这个剑圣来说的话，他权衡了一下，觉得这个法系的输出对他威胁更大一些，应该是，所以选择把这个不甲头带在身上。这里魔晶吃掉啊，魔晶吃掉了以后呢，剑圣这个时候再开转，他就厉害多了。可以看到他开转以后的移速是高达490，而且这个是在没有开相位的情况下。如果是在开着转的情况下，你再开个相位鞋，那么这个移速会更快一些。没有开相位的情况下，它的移速呢是390，那么开转就是490，所以这个速度还是很快的。而且在拥有了雷锤再加上这个魔晶，那么开转以后它的清兵速度清线速度以及在团战当中的时候对于对方目标的一个伤害也是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剑圣它的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全场没有闲着虽然是一个超凡的一个局，没有到平常给大家做的比较多的这个比赛职业选手和这种冠绝排名的局这个强度，但是绝大多数的这个玩家的分数，那么按照这个打法去学还是有一个不错的效果的。这个地方对方呢直接是关加上冰墙，但是剑圣在出来的时候他是可以把这个转开出来的，然后开着转追着对方一顿消耗。这个地方看一下，如果对方要强打的话我就开无敌斩，无敌斩这波伤害拉满进来以后再开转，对方的黑鸟，你既然要救别人那你自己就没了。大家可以看到一直追着对方的这个转啊，魔晶出来的那个平 A 伤害在这次转里面的效果也是相当相当的出色。那对方的那个黑鸟每被转着转着，然后突然间就多掉一根血，多掉一根血，那个就是剑圣的一个平 A 产生的一个效果。这波再开着转过来又是一个平 A， 直接出了一道暴击把对方的这个发条带走，赶过来以后呢没有，哎，发条这你还敢买活。这波团战打下来以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剑圣的这个输出，对吧？一波团战下来后打了4200的输出，放了3次剑士风暴。因为剑士风暴这个技能在满级的时候，它的 CD 是很短的啊，满级是很短的，因为它本身持续时间5秒，然后这个技能本身的 CD 是18秒，也就是真实 CD 也就13秒钟的一个时间。所以对于剑圣来说，这个真实 CD 13秒，你稍微逛逛街或者开个大拖一拖时间就可以了。这里再开个转，那对方的这个发条又是黑鸟过来关了一下，大招砸下来以后小鱼是被带走了，但是剑圣因为刚才开着转所以没有掉血，给蓝胖子给一个 F 暴击，然后剑圣这个地方让自己的这个棒子稍微等一等蓝胖子，给蓝胖子回血。
并没有说因为撤退就放弃自己的。这个时候剑圣呢还有转，直接开着相位鞋上来转，又是你这个黑鸟又来救人，那我就先撤一下，对吧？因为队友没跟上，没跟上的话因为移速快，所以你还有机会撤退。然后这个时候大招的 CD 已经快要转好了，同时还控到了一发隐身符，看一下对方这个地方好像是有视野，这个地方应该是有视野，对方这个技能明显是在朝着他放。那这样的话我再开着转上来，这个先开转的目的就是为了把你的关给你骗出来，你的关只要出来了，那我下一波无敌斩一上，那就看你往哪儿跑。哎，对方这个地方又关了一下自己，好像是有一仗了，那我就先斩你的大圣，直接斩过来以后又是把对方的黑鸟带走，但是没有斩到这个大圣身上。我枪这里给上一个狙，剑圣克瓶子把自己的状态补回来一些，看了一下好像是已经打不了了这波团战，因为团长跟蓝胖子两个人都没了，自己的状态也很残，技能也都用光了，再加上刚才身上有传油，这个传油后续的一个反馈的一个伤害还是比较要命的。这里回来控了一个赏金神符，然后呢再克瓶子把自己的状态补回来再往回跑。关于这个魔晶，我为什么特别这个在之前的版本更新和以及这一次剑圣的一个视频当中一直在给大家强调魔晶这个效果，移速这个属性啊是一个很宝贵的属性，尤其是你带着魔免带着伤害，然后有五秒钟的时间你可以选择你要在游戏当中是进是退。这个其实如果关于移速这个东西大家想要理解的就是最深刻的话，OMG 模式里边，现在我很多年没玩了，但是当年的 OMG 模式里面第一个要抢的技能，如果有啊，如果有第一个要抢的技能就是缩地，缩地是绝对的一个神技，除了缩地以外就是水儿的波浪形态，这两个是当年的 OMG 里边的神技，因为这两个技能都是带着高位强位移，然后带着这个移速带着伤害，很宝贵的一个属性。然后剑圣的这个也是，剑圣的这个比之前那两个英雄的那个技能还有一个强势的地方，就是你可以随时选择自己的要进攻的位置和方向啊，并且你这个阶段是带着一个魔免，而且关键是持续时间还很长。剑圣这个地方稍微往前走一下，但是这里出现了一个操作失误啊，出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操作失误，这也开始转把对方的发条转死，你可以看到这个转的伤害也是相当相当的高，而且身上这个时候仗着有十个魔棒，对方的黑鸟的技能已经都放完了，所以这波冲上去转也没有害怕对方反击，整个在团战的时候头脑非常清晰。而且由于剑圣的这个转它是一个可进可退的一个技能，所以你有很长的时间可以去思考啊，你可以去思考对方这个时候还有什么技能。比如这场比赛对于这个剑圣威胁最大的是对方黑鸟的大招还有大圣的这个大招，但是大圣的大招如果我开着转他留不住我，黑鸟的大招我开着转他没有伤害，所以呢我只需要确保对方的这个大招没有啊，他没有这个大招的时候我就可以这么干。这时候剑圣在游戏27分钟的时候打出来了三阶装备啊，精灵外衣，精灵外衣这个装备呢它是加移速加攻速加闪避，基本上等于是一个小蝴蝶吧，这个缩水比较严重的一个蝴蝶，但是呢对于剑圣来说这些属性都很有用，包括他加的移速，大家可以看到现在他开了相位鞋以后移速已经是 高达530、啊、那么对于这个剑圣来说现在这530的移速他就很厉害了，对吧？就是我在整个战场当中我可以开着转冲上去转你两秒钟，然后我还有两秒钟的时间可以撤回来，而这两秒钟的时间呢因为它的移速现在是500多，两秒钟的时间可以让它走出很远很远的一个距离，就是可以逃脱大部分的技能的一个范围。这个地方剑圣呢就站在火枪的这个技能里面，因为开着棒子啊，开着棒子所以无所谓，就站在这个里面，然后硬拆把你的兵线先给你处理掉，对方的火枪这个时候是已经有了一仗，但是呢这个时候对于剑圣插着棒子的情况下而言，如果你没有后续的一个强输出的话，哎，等一下看一下这一波对方的这一顿控制，剑圣这里开转吃魔棒然后赶紧往回跑，同时呢开了一个分身斧把自己身上的 debuff 全部消掉，这让对方呢没有办法继续对自己进行一个击杀，这波黑鸟没在，黑鸟如果在的话有机会能把这个剑圣给他杀了。队友这边凤凰变蛋，然后剑圣把自己的血量用棒子拉起来，拉起来以后因为天赋上面的话现在是有一个减20秒智能
治疗守卫的冷却，对吧？这个奶棒人现在还是很厉害的，尖声哦，这个无敌斩正好斩到了对方树上的大圣，这个大圣这波好惨，这样的话剑圣再开着转过来去追你的这个黑鸟，直接转死。黑鸟这边选择关了一下自己火枪，贴脸一个狙，然后看一下黑鸟出来以后再关一下自己，但是再关完了以后你应该是出不去了。出来以后我一刀暴击，直接333把你带走，然后剑圣又是完成了一波双杀啊，妖怪般的杀戮，完成了一波双杀，3000多的输出，这波打完了以后直接率队攻上敌方的高地。这种剑圣的话其实最大的优势就是在于它是把整个的一个技能啊，把整个的一个技能是以这个转，把转作为一个核心技能去进行这场比赛。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种玩法的啊，个人比较喜欢这种玩法。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因为作为超凡局来说的话，绝大多数的玩家都没有到达这个分数段。那么如果这个方法在这个分数段可以去用，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这场比赛剑圣基本上是全程在保持自己的一个个人节奏，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可以在全场保持个人节奏的情况下能够打出来一个很好的效果的话，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打法实际上在大部分情况下是比较适合去上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剑圣在出完了相位鞋、雷锤、瓶子、战鼓、魔晶以后呢，他选择出的是一个分身斧。分身斧本身是个大件，但是它的合成是拿小件拼出来的，所以这个道具对于剑圣来说也是一个一直就有提升的装备。而且这个道具呢，可以去驱散掉一些 debuff， 这个是比较宝贵的一个属性。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转啊，这个现在这个转的伤害已经比较离谱了。因为20级天赋里边有一个加160的剑刃风暴每秒伤害，注意是每秒，加完了这个天赋以后，剑刃风暴这个技能它的伤害数值可以达到320点每秒，然后再加上每秒钟一次平 A 啊，这个虽然只有 75% 的伤害，但是每秒钟一次平 A， 如果打满就是5次平 A， 再加上1800吧，我记得好像是不是1800，是16001600的一个魔法的预期输出，然后再加上5次平 A， 按照剑圣现在的攻击力还有他可能产生的暴击和可能产生的1到2次的雷锤伤害，那么他的5次平 A 的预期也是超过1000多的。所以这个剑圣在这种装备的一个加持下，那么现在他又选择多了一个 A 杖，多了一个 A 杖的话，这个剑圣在团战的时候就更舒服了，因为 A 杖的距离施法距离比这个大招要远很多，他可以利用这个旋风斩进场，然后呢开着转出场，我再开这个无敌斩进场，然后再开着转出场，然后再开一个旋风斩进场，再开一个剑刃风暴出场。所以说一波团战，也就是说剑圣在进攻选择的时候，他可以有至少3次以上的进出场的一个选择主动权。至于蓝量的话不用太担心啊，剑圣的一个转是很省蓝的，只要你不在这个3次进攻当中插入过多次的这个棒子，那么你蓝量应该是够的。那这波团战看一下，抓住了对方的一个火枪，我直接一个大招出去，这个直接给大招是因为对方的火枪跑不掉所以我直接给大招，然后这里再一个旋风斩上来完成一波双杀，直接斩死对方的发条。这波打完了以后呢，对方的大圣已经是被小鱼给抓死了，那么发条选择了买活，小鱼在高台上被对方给了一套技能，然后这里黑鸟关了一下，不过问题不大，对方没有人继续能够去对他产生威胁。下一个旋风斩的 CD 马上转好，也有转的 CD， 我直接开着转进来躲掉你的一个冰墙，然后看了一圈没有什么进攻的机会，对方开启了塔防，那我就先往回撤一下，棒子在后面给自己的队友回血，然后呢赶紧磕瓶子把自己的蓝量给补一补，现在蓝量稍微有点低，只够有2次旋风斩加上转出场的，但没克平的选择回来打盾了，打盾也行，打盾的话不费蓝，不耽误时间。这种剑圣的一个好处是在于它的每一个装备每一个等级都有实质性的一个战斗力的提升，而且这些装备往往都不是很贵。我个人建议大家在实战当中的时候可以尝试一下，就是把这个战鼓这个道具
或者是把这个雷锤或者其他的装备中间穿插一个连击刀，可以尝试一下。连击刀在使用的时候需要注意的是，开着转上去的时候啊，你开着转上去的时候不要右键点到对方英雄身上，你去右键点到地上，不要让你的这个剑圣产生在转的时候那一次主动的平 A 判定，这个地方直接开着转，然后呢感觉这个位置好像不太好，没有往前追。这个就是我跟大家说的，你在利用剑圣的英雄有魔晶的时候，你开着转能上你可以上，感觉上不去你可以不上，你可以往回撤一下，有一个主动的选择权。那这波打完了以后，剑圣现在身上的经济以及团队的经济已经是对对方产生了一个碾压，就看最后的这个上高团啊，这应该是最后一波上高团了，看看这个上高团的效果怎么样。顺便给大家预告一下，近期除了这个剑圣的第一视角以外，还会有一期第一视角是这个有一个观众投稿的黑弦啊，非常非常有想法的一个黑弦的投稿，而且那个黑弦他现在已经连胜上了400分，也就是说已经连胜了十几场，连胜上了400分的一个天敌分数，所以这个还是很厉害的啊。所以这个到时候我给大家做出来那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他的分数整体不是很高，他是4000分左右的一个选手，可能没有职业选手或者顶分局那么强势，但是这个打法思路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有的时候一些打法思路的这个东西，可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打法思路的玩家，他的分数本身不是那么高，这个素材我平时可能很难去覆盖到，但是呢学的是打法和思路，对吧？这个东西大家应该都可以理解。这里直接旋风斩上来，然后呢看一下我再无敌斩，发现哎，我好像可以直接无敌斩，那我就无敌斩，斩完了以后我就开转，你可以看到转的这个伤害啊直接吃人了，这波团战瞬间完成一波三杀。然后这个时候我没有蓝没有技能了，但是问题不大，我有盾，对吧，我有盾，我希望你赶紧这个时候用一波技能把我爆发带走，然后我站起来以后呢我有盾，然后我站起来以后我的转 CD 也就差不多了，我还可以再开着转再清一波兵线。这个时候自己队友蓝胖子呢断后，然后被对方给击杀掉，不过问题不大，剑圣这块身上现在有 TP， 周围有船长看脸船长的这个标记的 CD， 应该是可以通过标记然后拉回家啊，给一个标记回家补给一下。那么这里把瓶子换出来，在标记结束之前把瓶子换回去，这个地方还是时间没掌握好啊，这个东西换出来以后又进 CT 了，不过问题不大啊，无伤大雅。这波在打完了以后，剑圣现在身上的装备还是跟刚才一样，多了4000块钱的存款，至于下一件装备你要出什么，这个就完全可以根据你自己局势来定了。剑圣这块又是开着转追着对方的这个黑鸟一顿输出，身上的这个旋风斩现在是可以用的，但是先不着急啊。参团整个团战在进出啊，进出的这个节奏上面很简单，如果你只有转，那么这个时候你不要拿着这个转硬追，硬追的话容易出事，尤其是团战的时候。这个地方看到对方，我一个旋风斩上来，我先把你的这个关打出来，打出来以后呢我就准备开转，看一下对方框住以后我直接开转，开着转，然后呢队友这边给了一个船，先我先出来，我先不着急，我先等一等，把棒子插出来回一回血，然后在这个战场边缘稍微转一转圈，转一转圈，然后等一等技能的 CD， 尤其是旋风斩和转的这个 CD， 稍微等一等，这个时候旋风斩出来我再把你的关给骗出来，骗出来以后我就原地直接开转，等你出来以后你就要承受我转的愤怒，我直接追上去，对方的黑鸟再关一下自己，那这个时候我又没技能了，没技能我就先跑，没技能先跑，但是这个时候其实有盾跑跑问题不是太大，但是呢我可以先跑，对吧，我还是保证我自己身上的这个无敌斩还有旋风斩和转的 CD 都转好以后我再来。这一波他没有上的原因是因为自己的无敌斩 CD 快转好了，所以我先等无敌斩的 CD， 那先不用上去浪，等无敌斩的 CD， 而且对方的人好像已经死光了，这波团战这波小鱼最后是被打死了，但是队友追上去以后把对方所有的人全部击杀掉。剑圣在最后一个装备的选择上面他选择出的是一个大晕锤，至于最后一件装备你想出什么其实都可以，晕锤这个道具也可以利用旋风斩的转，在转的同时魔晶触发那个字平 A 呢产生效果，这个效果也不错。我用剑圣的时候更喜欢去出跳刀，我个人的习惯是更喜欢出跳刀，因为剑圣有跳刀的以后，他的旋风斩、无敌斩还有转这些技能在使用以及你在攻击对象的选择上面会特别舒服，这个东西就是谁用谁知道，感觉好像是不加伤害的一个道具，但是呢谁用谁知道。
何况现在剑圣也可以去出一个敏捷跳刀，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出个敏捷跳刀，或者是出个智力跳刀，然后呢，在跳上去以后，让自己的这个技能减少一下 CD 啊，像旋风斩啊、无敌斩啊、什么转啊这些技能，利用跳刀减少一下 CD 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那个时候过来以后，好像发现身上钱不够，那卖个东西，直接把这个大云锤做出来，这样比赛就马上进入到尾声了。三路高地高破，然后剑圣那边现在等级是26级，最后一级的天赋呢，选择加的是无敌斩的持续时间。看看这儿的旋风斩上来，然后呢，两个平 A 加上一个大云锤，定住对方的大圣，把这个大圣直接带走。那还剩下手里面还握着基本上是全技能啊，除了大云锤以外，手里基本握着全技能。这个地方黑鸟关一下，出来以后直接开转就可以了，直接开始转冲进来，然后呢凤凰变蛋扛着对方的泉水，剑圣这块一顿转，转完了以后一个迅风斩，迅风斩完了以后还有一个无敌斩，不过好像这个地方已经没有人了，瞬间又是把对方在泉水里面进行了一波惨无人道的这个虐拳，虐完了这波拳以后，这场比赛应该就可以进入到尾声了，我们就不再给大家录拆基地的这个画面了，来看一下最终这场比赛的一个数据。剑圣的数据最终是15杀0死14助攻，这个有效参团非常的高，而且数据很好看。在承受伤害方面，他承受了41的输出，全队第并列第二吧，跟船长基本并列第二。输出方面是打了31，那么第一名是自己，第二名是队友的这个凤凰，这场比赛凤凰确实表现很出色。然后这个蓝胖子，蓝胖子这场比赛仗着自己的燃烧瓶也是烧出来了29000的一个输出，小鱼的输出只有22000，不是很高，但是这场比赛小鱼的输出有效性蛮高的，其实效果打得也不错。整场比赛下来的话，大家还是可以看到，就是黑鸟对于有魔免的单位的一个比较乏力的一个状态，这个也是黑鸟的英雄在欧洲赛区用的人不是特别多，到目前为止不是特别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对于魔免单位的这个毫无办法是比较影响一个大哥的实战效果的。好了，那么这场比赛就给大家做到这里，如果大家喜欢的这一期节目和视频，欢迎大家能够打赏支持一发，也欢迎大家能够在爱发电还有油管的会员多多支持，那么我们会在这里提前给大家把视频更新出来。我是三好大叔，咱们下期节目见，么么哒。